小火车宝宝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露丝。因为我现在在那个香格里拉，就是紫外线特别特别强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注意什么呢？注意的就是第一，就是晚上回来的皮肤镇定维稳的这些化妆品。然后第二，就是我们的防晒一定要做好。今天给你们推荐的是这个悦木之源，当当当当。这个呢是以前是叫菌菇水，然后现在是升级到第三代叫灵芝水。然后从第一代菌菇水的时候我就在用。然后呢，在第三代的，我感觉它的维稳的这个功效是更加加强了。像平时我如果是长了一些小闭口，或者是红血丝，或者今天我晒了太阳，皮肤开始泛红的情况下，我就会敷这个灵芝水化妆棉上。化妆棉，哎呦，哎呦，可惜了。紫外线最强的地方用的这个防晒乳，除了这一半边。它就是很透，然后很润，然后对比一下其实没有差，然后质地你看现在都是那种水水的这种，它肯定是归闷痘的，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敏感肌，如果它闷痘的话这肯定不会是我选择的对象。我看一下，特别透特别的润吧，是不是没骗你们吧。今天给宝宝们推荐这两个好用的东西，注意推荐完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去把防晒洗一洗，就要去睡觉了，然后希望你们每天开心。